其實咧 ，bubble soccer 咧就係兩年前啦，咁一個英國人去發明嘅。我朋友沃多佛咧，澳洲working holiday 嘅時候咧，就見到呢個運動就好得意，咁所以咧就喺大概半年前度咧就引入咗香港啦。咁我哋就成為咗第一間引入呢個 bubble soccer 嘅公司啦。咁呢個 bubble soccer 咧，其實我哋點樣帶嘅呢？咁咧就首先啦，就要你個人將個波擺平啦，咁然之後咧個手柄咧就喺下面，咁然之後咧，咁有條咩帶嘅咧就係向住上面嘅，咁咧你戴嘅時候咧，你先要彎低個人啦，然之後兩隻手咧穿過呢兩條帶，再捉住個手柄，捉完之後咧，咁你企翻起身，個波波咧就會自然咁凹落去個身度啦。因為呢種活動需要很充沛的體力，如果對於一些積極貪玩的人很適合他們的都係。